我是第一次在水中拍攝的。是，我也是第一次在水中拍攝的。可能在水中維持個透氣或者呼吸有點難，因為始終都要閉氣的。是的，咁我就覺得都 OK 嘅，大致上都冇乜問題嘅，可以嘅。我參加咗四年嘅，今次係第五次咯，係。我都係一樣，參加咗四年，今次係第五屆嘅嚇。其實維港泳，我想話係可以話係香港嘅比較特別嘅公開水域賽事啦。咁佢條賽道係好油嘅，同埋即係可能。游嗰陣時咧，咁有啲大廈咧係可以望到嘅，咁但係咧去即係望終點或者中途站嗰陣時比較有啲難咯，我想講係。係，咁我咧就係好希望帶領我啲學生咧就一齊去渡海泳嚇，咁就每次咧就每一年咧都係帶起佢哋一啲新嘅衝勁去參加呢個維港渡海泳嘅。可能會去游英國海峽嗰度，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好多比較好多公開水域嘅選手都會去挑戰嘅一個海峽嘅地方嚟，係。咁我都係好維持喺翻香港遊，因為我都係覺得香港係好美麗嘅海港嚟嘅。我係馮寶珍，係一個游水嘅女教練嚟嘅。咁我係今年係參加第五年，已經係參加咗四年啦。我叫周成夏，我是参加了四年维港泳四年的学生，是。是，我是参加了第五年的泳手冯宝珍。我是周成夏。我都是今年参加第五年的周成夏。